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来介绍《三国战地吴江》。《三国战地吴江》是一款全面还原真实三国、具有极高代入感和自由的即时战斗策略手机游戏，颠覆了传统的 SLG 玩法，让玩家告别繁琐的操作，强化策略性的体验。一开始有男生与女生可以选择，在选择的画面还可以左右旋转，还蛮有立体感的。游戏玩法就是 SLG 的战略玩法，摒弃了传统的内外层场景分离设计。还有很多的动作在大地图都可以及时完成所有的操作，而玩家可以安排多样的武将队伍，每个武将还可以安排不同的兵种。战斗地方比较特别，一般的简单战斗它是可以直接在战场上控制，战斗也会一触即发，而如果是一些主线战斗就会有特别的战斗画面，而且这些战斗也需要选择一些攻击的策略，而后期还有一些大规模战斗，这时候就需要带上一些攻城器具。战斗部分还算蛮有趣的，在养成建设的部分是首创村庄玩法，是可以直接在大地图上操作，有点像是世纪帝国那样，可以在大地图上采集资源，直接自由建设村庄，还有所需要的建筑。除了在剧情上面真的还蛮有代入感之外，另外也会加入一些小品游戏。目前游戏是台版测试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的，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三国战地吴江》。那目前的话，它在台版是封测当中，然后也是正式启入登录活动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试玩，然后等到它正式上市的时候再真正的游玩。那应该中间还在做一些改版这样子。那它最主要也是 SLG 的玩法啊，不过它的特色它是有说明说，它是最主要是把这些很多的复杂操作简化。因为画质其实好像还 OK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战斗画面。哦，也太满了吧！看一下这个剧情，真正战斗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，应该是啊，不会特别做一个假的战斗模式给我们看吧。这关羽也太关羽了。吾三兄弟桃园结义，同生共。你打败了，三打一。贼大势已去，还不速速投降？随众人一起攻打城。好，我往前。哦，这个画面蛮有立体感的。哦，转得我好晕啊。好，这算是一个新手教学吧。等一下，因为我看到这有点不太懂这是什么。哈哈哈哈，等一下、喔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哈哈，等一下，虽然我也很想玩这个原来是这样的游戏。啊，看死了一排。乘十倍吧。等一下，不要一直移啦！你们人太多了，哈哈哈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选什么意思的，哈哈哈！这里有够荒谬，这里有够荒谬，这段是手动动啊，这个是剧情吗？哎，刚刚那段真的有够夸张，这可以跳过吧？太少。好，第一章节，那第一章节通常都是做一些简单的教学。来，第一章节，这是移动的意思啊。前方似乎有座城池，
奔波数月，鞍马劳顿，君等等。天黑贼人便要来了，快再加把劲儿！绝不给敌人可乘之机。他们在修建房，你我人地两生，贸然扎营于野，也好。哎，去前面吧。外出游历，哼，看你落魄的样子，我看你是那伙贼人。你，哎，且慢，这位可姑娘认得在？挟良君西行之前，挟良君凶过害民，只是原来如此。黑三军即将袭击本城池，此城官员已经被贼寇所害。既为抵御贼寇，不错，我入此城时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现在就是领一些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嘛。好，现在开始就是完整的一个 SLG 玩法。招募，点击此处前往招募，点击此处招募一次，免费招募一次。破此无名小贼，关平，果然他拿着小短刀就知道。久闻大名，今日幸得拜见。好，有如此，此城久立，不错。这有什么东东？还要打开战就对了。天命护佑无成。精明，愿为将军效劳。众将士已入营，小子军队选择一位武将。哎，啊，我的，他还选择兵种的队。取已准备妥当。天色渐晚，营房贼寇夜间作乱。据斥候所报，敌军势大，正面迎敌恐非上策。需有一先锋用首领入城。哦，还有一个。其左右军必忌之，此时需断敌后路，使首领孤立无援。得令。所谓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不如擒贼先擒王。就这样吧，无需忧心，万事。哇，也太多人了吧！之鼠辈，交粮一万担，即便退兵，不然打破城，吾奉命守城，如不过贱赖匹夫，吾岂有此理？这边来，老赖匹夫何必逞能？就这点能耐，真败吾心。小子，安敢夸口？以卵击石，汝等死期将近。他这还有一个作战计划，比如再战300回合。此可恨，小小边城，正是此时。雷言四起，且为黑鹰援军，找人小心。天高地厚，这便为城中百姓。是这样的玩法吗？信不辱命，贼。为什么这玩法有点怪？如今此城官员竟为贼寇所，不可。周遭废这。天若惊鸿，蛟若游龙。这个名字为什么很常听到啊？我不是指的是这个真姬，我只是说他刚刚讲的那句话。你既决定留在此里，我也该你。文员且慢，此城方定。有真姬与官品，董卓乱国篡主，国有国法，我等十汉自古得到。他留得下来吗？哎，拜拜了。此去路远，感君高远。他有趣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选择题啊。
还算是剧情比较丰富。一宿昭君应敌，我这点回去招募部署，同举大事。撤。七十人，七人，必归来。干，他叫你说要玩到第七天才有啦，七日免费送啦。主公，张辽将军，好好笑、喔。见信如晤。七日好礼啦，对不对？嘿，七日他就会来，七日必归来，这个东西蛮好笑啊。不过，如今我成兴起，势单力薄，尚缺以才智之士。此事不难，公台之志。点击此处前往，点击此处招募。又免费招募，来看看谁。无下天授之资。当服四海所望，成功哎、欸，成功蛮强的呢。知而故辅记大事，将。这是应该是修建的吧？对啊，应该是修建的吧。他战事的部分有点特别、欸，就是比较偏向剧情。何时吵闹？不妙，城外流民群聚。只听说这里，大人，禀告大人，上大人，我们自百姓无辜，太好了。哼，大人，若您执意如此，当官的总是说的比唱的好听。真的比较偏向这个。主公，此事虽暂告一段落，城池复兴，拖拽部队投降，可快速矣。哦。这个真的要玩的比较懂才有那个，就是要玩的比较一段时间，才比较习惯。再者，采木场，我家世代木匠，可是雕木的一把好手。大城池建设。修缮功夫，大人无忧。小，这是个计，快了，快了。做买卖了，一本万利的大买卖，错过。那匠人成，若说入书买，我见大人。多买，反正钱后面都可以赚。哎呀，大人真是红，做买卖了，一本万利的大买卖。这年头，像这样一个人家的人不多。可恶，此等奸徒，属下愿为先锋。加了蛮多
特殊的剧情，让人家觉得好像你不只是在玩就是 SLG 游戏啊。好了，这才融入感比较重啊。各位，凡事预则立。无数之客。哦，来看他跟谁讲话啊？氛围感很重。好，继续。城池发展，现在主公，斥候来报。又有人要打我们。宵小之辈，也敢在本将军？女郎小心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东西，再不创手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等等，哪里来的女人？呸呸呸！说你又是哪里吗？好多蛮不讲理的女郎。主公，喂，收编那名金穗大荒。不然，先生，大人有令。太好了！哎呀，真是个好官、啊。最好是这么扯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编他要是哪一个部回程就会补满了，这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好吧好吧，罢了。真的，愿为父亲向犬马之劳。我得到新的人物。